王小四，你干啥？这家伙这堵了我一天了，你要干啥？哥，今天这事儿你要不答应我，你哪也别想去。四儿啊，这事儿我不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行啊！陈顺文，干啥？咱俩这么多年的哥们儿，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试试？四儿啊，这次社区举办这个篮球赛，我是咱们小区的领队及赞助。你不是主教练了？我不是主教练，你啥意思啊？哎，我还告诉你，这个主教练我想是就是，但是我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大姐夫赵刚子了。赵刚子是主教练？对了，我去找赵刚子。你回来，怎么的？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没有位置吗？我就问你，赵刚子听谁的？你这不就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再说了，这次是篮球赛，是不是人家都得投篮的？就你这个，哎，就你这个，哎呀，不、哦，陈顺峰，就你这个，你总跟我个个的，你够个吗？我有自知之明啊。咱不上场啊，对不对？哥，那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行吧行吧，给你个机会，你这样吧，当个球童捡球行不行？我这么高个大个，我给他们捡球去当球童？是，就我们这支篮球队最矮的2米，有一位队员穿上鞋接近3米了。3米那么高啊！啊，哥，那我给他们当球童，好吧？我给他们捡球，但是你跟他们说打球前注意点，可别给我踩了。你现在就跟我踩呢，干啥呢？对不起啊，你可真行！我好好表现，争取明年混个替补。没有。小米粒、李宝杰，你俩在这干啥呢？我们是拉拉队，在这练舞呢。哦，你们是拉拉队呀、啊！哦，好，来来，躲开，躲开，躲开。啥呀？哎呀，那这位大姐，人家俩是拉拉队，你是负责安保的。去也不去，拉拉队成员。他也是拉拉队球员。大姐 啊，实在不行跟我捡球去吧。你也去一边带去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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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拉拉队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就你们这拉拉队，你们队长是谁呀、啊？我。你看这支拉拉队，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位队长。哎，我就问问，谁挑选的你们仨呢？我。慧眼识珠。就刚才那段舞蹈谁编的？我。档次一下就上来了。哎呦，这太好了！不是，媳妇儿啊、嗯，我就想问问你。你说你是谁选的呢？我，正正啊！不是你，好啊！不是陈春风，你咬什么牙呢？对呀、啊，你陈春风咬牙切齿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赞助吗？我把衣服给你们带来了。啊！对对对对，来了，给发的衣服，换的衣服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对对对，把衣服都换了，都换上。行行行，走走走走，春风，哎，这衣服我能穿进去吗？能，快去往里塞。谁？快去。哎呀，四儿啊，我正要找你呢，姐夫。行行，大姐夫、啊，你过来，你先别聊天呢。干啥呀？哎，你怎么想的？你怎么能让二米粒当这个拉拉队队长呢？嗨，我要让别人当这个队长的话，你非把拉拉队给我拆散了不可。那个四儿啊，我打电话正找你呢。啊，你干脆过来给我们当队员吧。不行，我有别的任务。啥任务啊？我是球童，我得捡球。对，球童，你这个身材当球童太屈才了呀！不行，我有自知之明啊，我这上不了场啊，我就捡球挺好。好吧，大姐夫，你这个太……哎，顺风啊，哎，那些个装备答应买的都拿来了吗？早给你了，队员的队服不给你们了吗？刚才拉拉队的队服也给你们了。不是，顺风，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啊，说每个人配一双球鞋，另外还有护肘啊、护膝啊，还有每个运动员的配一个包。放心，都有。队员我不是还没见着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把队伍选好了，我给你们这个球队配一辆中巴车。
看你看，哎呀，顺鹏，你说话算数吗？当然算数了。四儿啊，哎，你当证人啊！我当证人，我以球童的身份作证。他要配个中巴车啊！赶紧的，让我看看队员呀！跟你讲啊，顺鹏啊，这回咱们社区篮球队出场啊，规格老高了。哦，怎么呢？我是精心设计的。哎呀，我很期待呀！来来来来，开始啊！快让我们开开眼吧。牛子，我跟你说，最矮的两米。现在有请幸福小区篮球队全明星阵容闪亮登场啊！哎呀，首先是速度惊人、小巧玲珑、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三号龙吴丹元的组织后卫王东东。哎呀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大前锋，篮球场上力量和对抗之王，百步穿杨没有之一的我们二号楼一单元的直一。接下来是运球神出鬼没，来时一阵风，走时无踪影，篮球场上的霸主，相当于斗地主中的两个帽，王小倩。最后一位是三米的，应该出来了。三米的，就是我们的大中锋、篮板之王，我们五号楼二单元的张大宝。呀嘿，张，好，欢迎爸爸。我明白了。他们仨摞起来是三米啊。大姐夫，这个球童我就不当了。对对对，哎，四儿，你来当队员。队员我也不当了，我打球前怕把他们几个踩着，那个我就走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行行行行，祝你祝你的球队能够成功啊！哎，四儿，你别行行行，你别管他了。哎，这还少一个呢。不是，还有一个谁呀？一号楼二单元的王大爷啊，他今天下午拆石膏，拆完就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行了，就这球队，我是不是应该讲两句啊？对，对对对，那个都站好啊！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请出我们本次活动的领队兼赞助商钱顺风钱总讲话。好，行啊，现在我宣布，幸福小区篮球队。解散！干什么呀？赵刚子呀，你是主教练呐，我让你找的是打篮球的，哎，不是弹溜溜球的。不是，你是啥意思？跟你讲，钱顺风，我们是快乐篮球。快乐篮球？还快乐篮球？你们凭啥能赢？团结就是力量！还团结就是力量？这都是我们小区的啊！来，王小倩，王东东，嗨，你们两个都半年多不说话了。就是邻里之间，就是为了一点噪音。你俩住着是门对门呐，啊，你俩半年不说话，到球场上怎么配合？还打球呢？哎，志毅，嗯，你刚才怎么介绍你的？力量之王啊！哎呦，力量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你还力量之王呢你？你好意思喝吗你？哎呀，还有你，大宝，你过来。你是什么中锋？中锋，中锋个儿得高啊！你啥高？我血压高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王东东啊，就你这大体格子，篮球场上那个折返跑，你能跑几圈？我使使劲能跑几圈。我要的是速度。那我不是跟你吹，一圈我都能跑一天。哎呀，解散，必须解散，包括你这个主教练必须得换。我跟你讲啊，顺风啊，你听我跟你说。干啥？我找他们来啊，我是有我的想法的。来，你说说你的想法，我听听，让大伙儿也听听。来，你看啊，这个大宝、之一两个人，一个血压高啊，一个缺少力量啊。通过咱们这回这个比赛，让他们俩锻炼一下，把身体练好。哎，还有这个王小倩和这个东东两个人啊，半年不说话。是啊，这不行。通过这个比赛，让他们两个人彼此了解，和睦起来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咱这是篮球比赛，不是让你在这儿解决家长里短的事儿，必须得换人啊！我得找专业的，我得找三米的。你干啥呢？真是的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换人的话，咱社区篮球这个东西就变味儿了。
我大姑姑说的对，我们参加篮球比赛啊，是重在参与，名次是次要的。对对，通过这场比赛，我要让我的身体更加强壮起来。这我血压高不高不重要，这次篮球比赛最重要的是和谐和快乐。对，就让我一分钱不花，还能把体重减下来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对，什么呀？哎，这一会儿看起来好像是挺团结的，一致对外，快快快，退退退，外外外，那我就是那个外呗。对，哎呀，爸，解散，必须得解散。告诉你，你知道咱们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谁吗？啊，和平里小区队。就和平里小区那个领队赞助张总啊，那是我竞争对手，他平常就有点瞧不上我，第一场比赛我必须得赢他。你说张总一来看见这一堆一块的，这不打我脸吗？赵经理，完了，打我脸的人来了。哎呦你好，赵经理，你好。但是您怎么来了？这明天咱们不就比赛了吗？啊，场地就设在你们幸福小区了，我过来熟悉一下环境，知己知彼嘛。张总啊，我们这场地你还满意不？满意，我这还想见一见你们的球员，方便不？张总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有啥不方便的？来来来来来，这就是我们的队员。这就是你们队员啊？我们队员？这就是钱顺风赞助的球队？对呀。哎呀，这可真令我刮目相看了。我本以为他为了赢我会在外面请一些职业球员，没想到他身材不高，这格局倒是很宽呐。看来他真正体会到了快乐篮球的意义。今天这场比赛我输了，而且输的是心服口服。张总，嗨。哎呀，钱总也在呢。哎呦，你啥时候来的？这是我也是刚到。哎呀，刚才你说的那一番话我是一句也没有听着啊，但是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哎呀，你说啥呀？哎，我想知道你找的队员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嗨，就别说我了啊，今天你可是给我上了一课呀，顺风。哎，我得向你学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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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张总啊，哎，情况有点变化啊，钱总啊还准备换人呢。呀，这不挺好吗？换谁呀？换他，他是个主教练，他是个物业副经理，啥也不懂，换就换他。哎呀，你闭嘴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队员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大宝子，哎，这是我们的中锋啊。那个，这个人得换啊，这个不行，他血压高，换什么换？这个赵刚子，你这个思想境界怎么就是提不高呢？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正是因为这个大宝子血压高，通过锻炼身体，这个血压不就降下来了吗？哎，对对对，之一啊，哎，之一，小快灵啊，这个人得换啊，这个人没有力量，你换什么换？你能不能闭嘴？哎呀，你这个档次为什么就是提不上来呢？赵刚子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这位之一啊，从小身体弱，通过参加这种活动，打一打篮球，使自己增强体质，增强免疫力，身体不就强壮起来了吗？哎呀，小倩，东东，哎呀，这两位啊，是邻居啊。哎呀，钱总啊，他俩得换，怎么他俩半年不说话了，这个在场上怎么交流呢？你闭嘴，你能不能不说话，赵刚子？你看。张总啊，这正是意义之所在啊。你看这两位半年多不说话了，通过参加这种集体活动，两个人是不是就能和睦起来啊？哎，你看看这还用我解释吗？来喊出你们的口号。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邻，么么哒呀。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完全都是我想出来的呀。我是赵经理，不是我说你，在格局这方面你真应该向钱总学习学习。钱总，哎，你们小区能有钱总在，哎呀，那是你们最大的财富了。哦，你这个人很正啊。哎呀，我这那个还有这么个情况啊，钱总啊还答应给我们买一些装备呢。对对对，王小仙啊，装备啊，对，钱总答应给我们买的鞋，放心，马上办。哎，护膝护腕，放心，马上办。哎，还有护肘，放心，马上办。哎，还说给买个包，放心，马上办。哎，顺风还买一个中巴车，放心，马上办不了啊。不是，中巴车这事儿太大了，我们公司得研究啊。我们还有个拉拉队呢。对，
我们的拉拉队非常精彩啊！哟，来拉拉队，上！来啦！哎呀，钱总啊，这拉拉队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不是外请的吧？哎，外请什么呀？我是钱仁发媳妇儿，对，我是赵刚的媳妇儿，我谁的媳妇儿也不是。这还没对象？还不是这么优秀的女孩没对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么的，我们小区有几个好小伙，等明天比赛的时候，我给你俩介绍。对，张总就不麻烦你了，他俩在我们小区内部，自个儿能消化。我是来咱篮球队报道的。哎，顺风，我这可刚夸完你啊，你这不还挺专业的了吗？不，我不认识他。你谁呀、啊？你哪儿的？谁让你来的？哎，这谁呀、啊？不是你干什么呀？这谁呀、啊？这是我请来的。啊？这是一号楼王叔的那个孙女儿。王叔孙女儿啊？哎，叫大爷，这是你钱大爷好。你别，先别叫我大爷，你二十几了？我今年十二岁。哎呀，这还十二岁啊？不是姑娘啊，不是你来到我们队，我安排你打什么位置好呢？我不打什么位置，这不听说你要当主教练了、啊，我们小区都不放心，让我来指导指导你。你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啥也不懂。嗨，你现在就来指导指导我吧。奶来了，大姐夫啊，奶来了。什么奶来了？辉山的奶来了。哎呀，赵经理。哎呦，蓝总吗？赵经理，我们辉山乳业助力快乐篮球，点亮美好生活，走进社区，赞助这次社区篮球赛。哎呦，我带了这个辉山奶粉啊，营养吸收好，这个奢享捐山。高钙长得快，给大家伙啊送来了健康，送来了关爱，咱们一起多运动，多喝辉山，没准个头还能再窜一窜。好，日间之爱，品质如山，一年四季，一日三餐，我爱喝辉山。